这辣不辣呀？里面那个。这个。我要不打辣的。那就那个，那就来点那个，有花椒面吗？来你那两勺就行。回家尝尝辣不辣。来盒里得了，给你来一个这个，这是盒的，好的啊，纯花椒面吗？花椒面就来个椒盐儿再。这椒盐蘸啥吃啥都行。对，买一个白胡椒粉。白胡椒粉。白胡椒粉也有。再来一个。来个两块。嗯。给我来一个 T 大哥。26厘米的。而这个能剃啊，是光一个，就是一个板儿的那种。嗯，行，应该就是这么大。嗯，这都是啊，这大手套吧？那是大，要不买手套，我们家有手套。啊，你看看能不能戴？这几块钱？10块。行。我买的那个炸鸡，买两个，我去取去。那行，我回去取个三个，鸡肉卷，两个鸡。行，那我就全给你核销了。三个。对对对。嗯，好嘞。行，你稍等一下吧，这个鸡的话得现炸，得个10来分钟。啊，行。你是在这吃还是带走？带走。行。爸。啊。还得10多分钟呢，你在这看着点，看有没有贴条的啥的。好。啊。我爸在这看着呢。啊，爸，挂着点儿吧，挂这儿吧。一会儿下车拿着，走回家。没有贴耳了是不是？没有。好，得搁这看着点儿。这不行。今天放假，放假煮点重庆小面。买两个炸鸡，中午饭。冷啊，有风了。哎呀妈，这家回来了，炸鸡回来了，快！哎呦天，这可冷了今天。嗯呐，冷。哎，炸鸡，好像小男的。大个辣椒油，加点芝麻。来点花椒面，来点盐儿，哎，多炸点油行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人家正常高水给它泡泡，高水打点这辣椒，咱们没打，炒肉了啊，嗯。这个比那油锅强，对，多好。油锅酱，行了啊。嗯，炒的红油。对。来点生抽、老抽，来点盐儿、胡椒粉、花椒粉。来点水，一会儿，咱就简单的说吗？嗯，蒜，辣点啊？嗯，也行，啥都行，这个炸的酥。对，我要辣椒。我愿意吃这红麻的。少来点鸡精，来点生抽，加点蒜，搁了，看、啊、都在市场买的。嗯，找他定的，这玩意儿不好整的。这是面，碱面。对，大火，再来点，这些咋样？嗯，这些行。行，先这些吧。这碱面好熟，这玩意儿不过凉水吗？啊，就这么吃。来点汤。劲儿了，我想要。没事，那得劲儿才好。哇哇，
哎，我这可不少。我妈的，啊，来点菜。肉，好了。来了。好了吧。啊？实惠啊！实惠啊！反正不知道咸淡呢。汤不够还可以加呢，哈。嗯。那些汤呢？哎。这俩小干巴筋儿，这家伙更小哈。行，这个是这个。这个不用往出整吗？随吃随整了。这是饼啊。对，饼里头卷的肉。这些东西呢？多倒点，少倒点啊！今天呢？行，蒸的肉行啊。这些。嗯。跟每天一样。一个面条子，少喝点行吗？那还有炸鸡呢，这能少喝吗？啥？咱这有点煮的时间长了吗？行，再轻点就好了。我练吃的时间长，不差他牙不好吗？汤不够还有汤呢啊！够了。哎呀，整挺好。时间长好。少倒点酒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放假，礼拜天儿，那个整的团购的这个啥小鸡儿，还整两个小饼，整个重庆小面。俺们这儿那个湿面、碱面不好买，那天碰着了，嗯，完了之后跟他订的，开饭买二斤，尝尝吧。二斤可煮不了。二斤，明天吃啊。你嫌我烫，你先吃鸡。先吃鸡吧。嗯，搁那晾晾。哎呀，这没事了，它脱不了，一掺和掺和它就脱不了了。哎呀，爸，烫嘴。嗯，不辣啊。嗯。哎呀，咱这嘛肯定不正宗，没有那个人家当地那个正宗是肯定的。是啊，哎，自己的板。啥正宗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嗯，这面条是不好吃啊。嗯，他那能吃辣的进辣椒，上面一层辣椒油呗。对。那你那辣椒炸的香，主要是吃辣椒那种。哎呀，咱们这也行，烂乎点正好。我跟你爸俩都能吃着烂。哎呀，烂乎的好吃，一点都不辣。嗯，再高点油吗？放点辣椒。那不有辣椒油吗？太高啊！你高吗？有辣椒。你们要吗？高吗？我不要，我高点行。哎呀妈，他这辣椒炸糊了就不辣。嗯，我来点辣椒面子。我愿意吃皮儿。你爸不要辣的了，走。太小了啊。也行，不是他搁哪儿整的这么点啥小鸡儿呢？我担心。谁到了？这很难整的呢，有卖这么点小鸡儿的？有。这个就是那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那个，不就这玩意儿吗，爸？没吃过。嗯。来嘛，能咬吗？我尝尝。嗯。我爸吃那个大腿。嗯，你爸这两天啥饭？翅膀，这家挺烂乎，现炸的。这个能咬到翅膀。尝尝。嗯，谁吃谁呗。嗯。是不是能咬到？能咬到。你还给我现尝的。外面一层，里边咋就软和？炸鸡炸鸡的不就这玩意吗？人这俩小鸡儿，你都烂乎。买家的吃行，味道不一样了。买家，你配点面条。配点面条，关键。俺们早晨喝了点稀粥。嗯。今天吃的早，中午没吃，现在晚上是快到四点了，这一顿了。这里是啥？那里是鸡肉卷吧？啊，这又好了。你要。撕成大块儿，哎呀，我愿意吃这个带面这个皮。嗯，这玩意儿就是这。那里头好像有瘦肉。那里是鸡肉。鸡柳跟这差不多。你这要买这些玩意儿也得不少钱呢。我这团购的那天抢的便宜，俩一三十。这三个十块钱，没吃过尝尝。
面条，我说行。行，让我吃一碗。没看你店里煮那个，中间有一道白肠，还稍微硬点心儿的。我尝这边。好吃。嗯。没吃过这玩意。哎呀。啊，这个饼。你像我爸那么吃吗？不用包肘麻子。嗯。哎。嗯，就吃了这碗。因为我爸没吃过，是没吃过，但是见过。嗯，这里头有肉。你吃这个叫鸡肉卷儿吧？嗯。鸡肉卷。这面这白外面这层不是白面饼吗？白面饼。白面饼里边生的生的卷的鸡胸脯肉。哎。还高那啥了？高甜东西了。沙拉酱。嗯。这口味不咋好。一碗面条一个饼，那咱俩拿去。嗯，里头是鸡柳啊，鸡排。嗯。我忘了牙是好，你有牙还嘎巴嘎巴疼。嗯。你让他吃那鸡胸脯肉，他就不吃鸡胸脯肉。嗯，能样子。那，哎呀，这个啤酒不就叫黑啤吗？嗯，黑啤，还有吗？没有。黑啤酒，这也行。黑啤、白啤，苦巴丢的这个味儿，我妈是不是特别喜欢？你妈那黑眼睛，这一大块可吃不了。大伙儿啥也不干，剪视频，完了不动车是吗？嗯，那玻璃水化了。化了。那天嗷嗷冷，完了之后那玻璃水冻了，呲不出来了。他昨天高一天化了。你冬天还不比这还冷吗？过两天我哪天有功夫，我就得把那个所有的全呲出来，完了之后换好的。我这个破，我这是加油送的。嗯我也不懂啊。那完冬天我记得那车都得加防冻剂。不知道是不是这玩意儿，听说防冬剂防冻剂的。防冻剂是跟那啥啥天然啥的。问问专业人士。这修车那一说你都明白。嗯，我爸烫不烫嘴啊？慢吃没事，这边俩有点沙的没事。嘴咬坏了。天天倒。听你妈，哎呀，不睡着，不知道烫，不知道咋的。上火了这两天。哪呀？嘴咬坏了，起个泡。他吃急了，烫的。你们咋不热呢？哎呀，这个玩意儿，你看这玩意儿吗？没有广告哈，声明。那个，咱抖音上抢的，3块钱一个卷儿，买仨花十，三块几好像，反正仨花11块钱。然后抢完你上那儿领去。3块9、4块。上哪旮瘩去能把那个庄取出来？分店吗？啊，他们全国连锁的。不是你爸抢着了还不知道搁哪个拿呢？他不会抢，抢他也不会，拿他也不会。你会啊？我也不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也没抢啊。嗯，连锁的，你搁哪都可以。对，咱们跟前儿就是那名儿。对我妈说的这对，正确。你得是那名儿，不是那名儿，你上来人不给你。对，是那名儿，哪块都行。嗯，你要想烤肉没事，你上爆包那嘎达是不能有。那整没用，人那是炸鸡店，你上炸鸡店抢去，你上爆包那抢。我说那意思。那苦不溜溜挺好喝的。爱火，
哎，我你喝正好吧。我爸天天有火。啥的哈？这嘴这干净往前一咽，这费劲。我敢问你，这是黑皮呀？这玩意就叫黑皮吧？有一人评论说，这家人家可有意思了，黑色的就叫黑皮，白色的叫白皮。怎么的？黑汤的，对，黑汤的就叫黑皮，意思就是说这不是黑皮，就是那个色儿。他这写了黑皮呢？是要咋说的呢？你看，什么小麦黑啤酒吗？嗯，我寻思说黑汤的就叫黑皮。啊你这点泥汤子高里也叫黑皮米酒。那啤酒说那叫。你这不吃了吗？嗯，不吃了。我爸不吃啊。不吃。吃不了了。今天咋都干挺多？你这家多着呢，你还，明天有人说多，这一大碗面条。我其实还能来一碗面条。两个炸鸡。碗子大小。我这整一大杯呀。那你喝点。你那还有吗？爸没了。没了，继续。来吧。干的得了，嗯，一口粥的，能干着啊？能干，来，来吧，干的，嗯，这是黑皮，嗯、黑汤的，黑皮，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，嗯，干杯，干杯，哎呀，黑汤就黑皮，白汤就白皮，大家工作顺利啊。那个碗们吃的挺好，这个明天还能那啥，晚上谁饿谁吃点儿。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工作顺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